哎，娜娜，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？我一路问过来的呀。你走，先出去，这里太脏了。没事，我来帮你掰。不用了。哎，娜娜，你怎么一声不吭都来了？不是看你这几天都不在吗？问了人事，人事说你请假了。这不是要收秋吗？我回来几天。那你怎么回来也不告诉我？本来就说一两天来着，结果下雨了，机器进不来，耽搁了这么长时间。没事，我来帮你搬。谢谢你啊，娜娜，帮我一下，把这个袋子递到肩上。你先抓着。嘿，走吧。等一下，逗你呢，傻瓜，我弄。走，走吧，我们回家吧。好，要开这个车吗？对呀、啊，怎么了？我也想学，你教我。不行，这个太危险了。拉一下这个，拍一下这个就可以了。